好，那我们看看哈，我们到我先讲，刚刚我们有画过，画过的话是我们 cosine， cosine 我们有画过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以零，二分之 π， 二分之 π。但是呢，这个呢哈，等于 cosine 的导数，对吧？好，当这个 x 等于负二分之 π 的时候的话呢 ，cosine 等于零嘛，它导数变得无穷大，对吧？那一的时候，它导数也是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cosine 的哈，没有 cosine 的，这 cosine 是 cosine 的导数嘛。所以是看着它的图形哈、哦，就这个样子。不用红色的话，它的图形的话就这个样子。有没有？好。它这里故意的啊。等于它导数，零的导数呢？哦，是无穷大或负无穷大，对吧？好、哦，那负一的导数也是负一嘛，正一的导数也是正一，对吧？所以它的图形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样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、哦，这个是 second。好，那 second 的话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那个二分之奇数派的话呢，不能存在。二分之奇数派，要么是正无穷大，要么是负无穷大，对吧？所以啊、哦，它的那个定义力啊，哈 ，a 这等于多少呢？跟它的偏见人是一样 ，x 哈 ，x 是属于 r。对吧？然后的话呢，那就是不能等多少，二分之奇数派。好，等比。好，二分之奇数派。好，然后它的那个值域啊，这等于多少呢？就那个绝对值哈、啊，大于一啊。它绝对值大于，这个吧就是负无穷大，还有负一，这有包括，对不对？它连值一到无穷大，也就是说它那个 y 的绝对值哈大于一就对了，等比，等比吧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，cosecant。那 cosecant 呢是 sin 的导数嘛，所以的话呢，你把那个 sin 的图形哈、哦，对翻，上翻下翻，就是答案，这 sin 对吧？这是 sin。好，那。cosecant 的话就是这个图，哎，这样就没死了。讲理，好，然后这个图，没问题吧？这样的图，好，它的值域的话也是大于等于一啊，绝对值也是大于等于一，对吧？然后那个什么呢？它不能在哪里？这是零，不能等于整数派，零派、二派这些地方都不能，都没有定义啊。哦，就是说 a
x 属于 r， 但是 x 不能等于 n 开，对吧？它的值域跟它一样，值域的话等于哈负无穷大，哦负无穷大到负一嘛，这里负一，负一到正无穷大，点几多少？一到无穷大。没问题吧？好，好，没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。好，在我们看来，这个三角函数值的大小 ，I 哦 ，sin 的周期是二派嘛，所以 cosine 周期也是二派 ，cosine 周期二派，所以 secant 周期也是二派。